开始了。米格尔要偷点，投手徒手接，哎呀，夹两次，夹两次没有夹到，哇，这个很像这个去夜市玩那个夹娃娃机器啊，怎么夹？哎呀，上来上来又掉，哎呀，上来上来又掉。对，但是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下哦，那个合作金库先发投手后赛下丘之后啦，在那个处理球的过程，他是用徒手，但徒手在手在抓球的瞬间，眼睛竟然是在看米格尔。所以你这个球了就没有很稳定的把它抓起来，所以一错再错，有点不专心了。不，这就是常发生的问题了。这也就是守备人员哦常会发生的问题，就是第一个动作没有完成，就准备要第二个动作。对，假电动画画哦，这个想要去抓米格勒，也要看到米格勒他跑到哪里了，反而没有把球给夹起来。